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呀，土豪？别说我没提醒你，我可是圈里出了名的吃货，别心疼。哼，我还不知道你，你自己结账的时候可别心疼。等什么呢？赶紧的！哎。 怎么样？赶快点呢！因为我这边站都站很久嘞，你要我陪你们坐是不是啊？我要一份担仔面。担仔面啊？要一个咖喱鱼丸。哦，咖喱鱼丸。卤肉拼盘。嗯哦。哎不，要那个牛腩拼盘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还是要卤肉拼盘。哦。哎，你要什么呀？龙虾。不是，咱爱吃龙虾去吧。 咱俩这也算有缘分了。我请你吃顿饭也不容易，你刚才给我600块钱呢，吃碗太便宜了，这才20块钱一碗。是，不能便宜。啊，老板，换大碗。那要加两块哦。没事儿，他穷的只剩钱了。哦，张店长，要吃什么？赶紧的，别磨磨唧唧的。老板，你给他推荐一个。哦，啊，就担仔面嘛。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就要给他推荐的。不是，我一土豪，咱吃面，传出去多丢面。你听宗叔说，宗叔这个担仔面呢，你说是担仔面，咱吃这不瞧不起我，我吃龙虾。少年郎，你到底是要怎样？你到底要不要吃的？哦，你是来砸场的啊？不是，老板，他也要一碗担仔面，再加一份牛腩拼盘。不想吃就出去呀。 我们也要求的你们吃啊！告诉你少年郎，我就等你很久了啦，只喝冬瓜茶，不吃担仔面，他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还嫌我们便宜呀？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呀？老板他不是这意思，他也要一碗担仔面，我们两个人要两碗担仔面，是不是？啊，吃，大碗的，大碗，加两块，莫名其妙，马上来啊！ 莫名其妙，哎，大碗担仔面，来来来，好，慢用啊！啊，不是，等会儿老板，哎，又怎样？那个，能不能给我换碗不加香菜的？不要香菜，我真不吃香菜，我都20年没吃过这味儿了。 太开心了，我梦寐以求，睁眼就能见到你的日子终于实现了。再给你说最后一遍，我绝对不给你洗衣做饭当老妈子。你放心，趁钱伺候你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陆杰梦的酬金到了，明天不领的话就得下个礼拜了，2000块钱呢。我没时间领，你帮我领吧。嗯，他这有规矩，本台职工不能代领。什么破规定？那人家上班的没时间领，你们就不给了是吗？呀，我要迟到了。 不吃了，留着自己吃吧。少我一程啊！不算。谢，杀驴。哎，老婆，你做煎火腿了？我好久没吃你做的煎火腿了。夏立斌，夏立斌，出来吃饭了啊！给你煮了粥了。你怎么对他那么好啊，老婆？怎么样？把去年年夜饭都拉出来了。哎呀！ 等一下，开饭之前我要给你们俩开一个简短的小会。本来呢，我想今天晚上再说的，但鉴于今天早上你们在卫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，我决定现在就开。这是由我起草的 RA 协议。什么呀这是 ？Roommate Agreement。 有什么门呢？组织协议。没错，今天上午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签署这份室友协议。来，打开我给你们的材料，翻到第3页。 哦，当然了，这是由我个人起草的。如果你们两个人要有什么意见和新的想法的话，完全可以作为附议加在后面。不是，老婆，你什么时候写了7页纸啊？不是，咱能先吃完饭再闷他吗？第一，首要声明，本协议是经过我们三人友好协商，本着珍惜缘分、互惠互利、三方共赢的原则制定的。甲方魏兰，乙方柏平以及丙方夏立斌。等会儿，为什么我是丙啊？很简单。
这是根据我们首付款的入股份额来排序的，符合法律规定。大兵，你觉得呢？嗯，同意。你呢？服了。很好，协议分四个部分：第一，明确条款；第二，争议条款；第三，同居复议；第四，协议违规和例外。我到现在不容易啊，他以前是不是干过指导员呢？以后陆海长着呢，就你在，他是多？待会上午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你们两个人开会呢。 严肃点，不是那个魏指导员，你说什么我都服。咱能先吃饭吗？关于吃饭问题，我在第一部分的第三条写的非常的详细。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啊。原则上，我们应该共用厨房，轮流做饭。但考虑到夏立斌的手艺问题，甲方和乙方可以接受蹭饭，但丙方需要上缴伙食费或者以承担家务劳动的方式来抵消。值日表请参见附件部分。魏指导，那个我签完了，可以吃饭了吧？ 夏立斌，我必须要提醒你啊，条款必须要看清楚，一旦违约，有可能要负法律上的民事责任哦。不是魏指导员，你要不让我吃饭，把我饿死了，你就得负刑事责任了。哎，老婆，我也饿了，要不咱先吃饭？好吧，这条议题通过。通过，吃饭。好。下一议题。 以后的每个星期天上午，我们要举行一次例会，但凡涉及到我们三方共同利益的问题，都必须在例会上采取民主投票的方式做出决定，每人一票。哎，那不对啊，你们俩人我一个人，你们两票我一票，那我永远都是背代表啊。白小平，你有意见吗？嗯，两票对一票，反对无效，此项议题通过。不是，好，第三条，选举组长。哎，我知道，魏指导。魏指导，魏指导，魏指导，哎，我同意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周方才，本组长宣布，今天的议程顺利完成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三人必须要自觉遵守约定，共同开唱属于我们的幸福将来。开饭。学者都这么高了，还想去哪？哎，这都是去年的事了，今年肯定高不了，高不了。那好啊，那就等今年体检报告出来，确定学者降低了再说喽。嗯。 你不让我吃，那你坐来干嘛呀？能。明早能等点胚吗？看你表现。不。很好。那我吃什么呀？吃这个。好了，你们俩吃吧，我去看我爸了。哎，给你爸妈买的东西，我已经放门口了啊。啊，乖。啊。咱俩人腻不腻？护你的毒食吧你。魏明礼，你给我出来！ 我告诉您，魏明礼，明天早起你要不从这儿滚蛋的话，我就找几个人把门给你卸了，顺便把你也给卸了。李叔，哎，魏兰，哎呀，你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，李叔？我爸他又欠您房租了。我没见过你爸这样的，一欠房租就把锁给我换了。这是我的房子，我倒进不去了。您先别着急啊。您看这样行吗？ 我这儿有3000块钱现金，您先拿着。如果要是不够的话，我晚上再打到您的卡上。如果我爸再欠您房租，您就直接来找我。没有以后了，到此打住吧。我这房子啊，说啥也不租给你爸了。别呀，李叔，我爸在您这住了这么多年，您现在赶他出去，他一时半会上哪儿找房子去啊？再说了，我爸也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欠了您一点房租，我保证他以后会按时交上的。这回呀，可不光是房租的问题了，我告诉你。 这在十年前，我这暴脾气，早把他胳膊给卸掉了。我爸到底哪儿惹着您了，用得着发这么大脾气吗？李叔，李叔，李叔，魏兰，你又惹什么祸了？ 老李头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让我问您，这事儿真不能怪我。你说，老李头那儿子长得是不是跟他一点都不像？那关您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你刘叔说，老李头那儿子不是他亲生的，刘叔不信，非要跟我打赌。哎呀，这事儿啊，不知道怎么的，老李头知道了。我昨天带了俩人，非要卸我胳膊。你说，要不是被我说中了。 他能那么气急败坏的要卸我胳膊呀？您有跟人赌是吧？这不是赌，这叫打赌。有什么区别？不都是赌吗？打赌怡情，大赌才上身呢。兰啊，脸色不太好，工作太忙是吧？被您给气的。
行了，爸呀，一会儿给你做两个好菜，哼，补充一点营养啊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家不在那儿吗？回你家？我家？啊？到你家去，爸给你烧两个好菜，补充补充营养。谁同意您去了？我倒问女儿家去，还用得着谁同意啊？反正我不同意啊。女儿。 你就忍心看着那些人把你爸爸胳膊给卸了，把你爸爸扫地出门，让你爸爸流落街头啊？行了，爸，我一会陪您上楼跟那个李叔道个歉，求他原谅。还有，以后那房租的事儿您就别管了啊。这跟钱没关系。你是没看见昨天他带那俩人啊，一个一个的都苗龙刺凤的，你就让爸爸到你这儿躲两天，风头一过，爸就回来，行不行？ 哎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住，我跟人合租呢，我怕您去了不方便。这合租那就更方便了，是不是？这又不多我一个人，哎，那大不了我睡沙发，实在不行我打地铺嘛。哎呀，您怎么就不明白呢？跟我合租的他是两个男孩，我跟他们也不是很熟，总得回去跟人商量一下吧。你跟俩男人住在一起啊？那我就更得去了。 万一有一个色胆包天、图谋不轨的，这……我不放心。哎呀，爸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就搬过去。啊？怎么回事？屁颠儿事儿着急。不知道啊。林爽爽，干嘛呢？哎，老大，昨天拍广告是不是出事儿了？哟，狗仔当的越来越专业了，消息挺灵通的嘛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昨天那个 Peter， 怎么啦？亲自出马，来者不善。你才是。有用，我的要求很明确，赔偿我们全部损失，并且让徐子林当面向我们家少爷道歉，懂？道歉好说，这还有。口头道歉是不够的，要在你们杂志刊登道歉声明，内容必须包括：第一，承认伙同流氓。好好好好好，这声明的细节好商量啊。只是这赔偿金，300万，有点多了吧？多？你给我讲讲哪里多？你看看我们家少爷的脚，你再看看他的脸，接下来一个月的拍摄计划全都泡汤了。场地设备已经租好了，不能按期完成，那我们要付多少违约金？你们懂吗？赞助商的活动也不能参加了，那我们一次活动的出场费是多少？你们懂吗？再加上节目取消，曝光率减少，我们一共要损失多少钱？你们都懂吗？我都懂啊，都懂是吧？那这300万还多吗？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真要让你们赔。拍卖整个杂志社赔给我们都不够，也就是我们家少爷重情义，跟你们合作这么久了，不想把你们往死路上逼，所以这300万，只是给你们一个教训，懂？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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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Peter 少爷，这脚肿的，这脖子折的，红脸蛋都打出来了。艾米小姐。这可都是徐子林一个人干的，跟我们杂志社没有关系啊！我不管，这次拍摄是你们杂志社安排的，期间发生任何失误，你们杂志社都有责任。那如果……如果什么？如果徐子林不是杂志社的员工呢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要是你们开除了他，我就直接找他本人算账，赔偿金让他出，一分都不能少，要不然。下午我们的律师函就发过来。哎，这件事情啊，姑息养奸，设置大计啊，姐夫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开除！一定要把徐子林果断开除。汪副主编，我跟你到底有多大仇啊？哼，子林够猖獗的呀，没敲门就进来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他这副德行。子林来的正好，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给解释一下。
有人利用公益广告的拍摄，公报私仇。对，他找流氓打人。看看我的脸。还在停车场搞破坏。对，他扎了我们的车胎，还把我们的车给堵住了。还开车撞我，你看我的腿。我们要报警，要告他。你们不开除他，我就连你们杂志社一起告。叉六姐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啊。他们说什么呢？听不清啊。要不上去听啊？不用。呀，方组长，李双双，你很闲啊，跟我说。是我们扎的，所以才要报复我们呢。Shut up！ 你懂什么？谁说车胎是我们扎的？就是我们扎的，怎么就不是我们扎的？少爷，你别扎！我不光要扎我的车胎，我还要扎他的车。少爷，打少爷，你们能解释是我房子？少爷，少爷，你不能脸上和上扬。我跟 Peter 先生想的一样，报警。徐子林，徐小姐，我们家少爷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个寡妇！你娘娘的，气死我了！真的吗？连个女娃都治不了，你娘娘的，气死我了！你看你我求师的，长了个反动摩托一样，你还拧死，再拧死，送给大帅挂城墙上！真的吗 ？Peter 先生，恭喜你，你的脚好了。没想到一个小小的 U 盘竟然有这么大的功效。同样的 U 盘呢，我复制了很多份，一起给你，贼尼玛！小心你的 UGG 啊！贼尼玛！后来呢？后来呢？然后他们就灰溜溜的走了呀！你都没有看到艾米那个样子，他笑起来的时候比他发飙的时候还要丑。让你来你不来，错过一场好戏吧？不是那么血腥的场面，我就不去了吧？我还怕阵亡了呢。就这么点儿。是吧？你那胆儿！不是老大，我，哎，他们没说帮你修车。说了，我才不用呢。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修车了。谁呀？就那个夏丽南。哎呀哎呀哎呀！人家都帮你那么多忙了，你还叫人家夏丽南？那叫什么？英勇机智，锄强扶弱，怎么也算个兵力男吧？不对。开个叉六，又有侠者的风范，简直就是叉六侠。一个叉六姐，一个叉六侠，一对叉六组合呀。谁？你呀、啊。谁跟他一对？丁爽爽，哎，你好闲哦，干活去。不是老大，是叉六。你现在就是有房有车，我们小美也绝不高攀。从今天开始，钱小美跟你一刀两断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我要是让小美再见你的面，我就不是你前女友她亲妈。妈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，她对你有那些要求，只是因为她希望咱俩将来能够过得好。她为我们操心劳神，吃不下睡不好，还犯了高血压。你不想想怎么让她开心，让她满意，让她舒服？光想着瞒她、骗她、坑她。是这事儿，我做的不对。我说过，就算我们结婚，也不能把我妈一个人扔下，大家得一起过。说过。可是以你现在的态度，你把我妈当仇人、当敌人，这日子还能过吗？不是这事儿吧，没你想的那么严重。觉得咱俩应该好好考虑一下。饱了？哎。
然饱了，我们来开个常务会议吧。又开会啊？不早上刚开过吗？但是根据二人里面的规定，我们三人当中要有任何一方想让别人住进来，就必须要在常务会议上由三方共同表决通过了才能执行。不，我刚才哭的脑子有点堵，你也别拽大词儿，什么就是意思有人要住进来是吧？你没意见吧？我当然有意见了，不是咱就俩卧室，来了住哪儿啊？贾立斌，你吃人家的可是嘴软啊，你牙缝里的牛肉丝还没剔干净呢，你翻脸不认人了？反正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也没用，这协议上可是写了，只要我和蔚蓝举手表决通过，你同不同意都一样啊。不是你们这不欺负人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夏立斌，我们知道你刚刚失恋，心情不好，再加上身体又不舒服，你先别激动啊。再说了，咱们有问题可以慢慢聊嘛，吵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，你说对不对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可是同号战友啊。嗯。啊，你们让谁住进来？是我爸。他之前租的那个房子，房东突然要把房子收回，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，所以就想搬过来住几天。我爸年纪也大了，总不见得随便给他找一房子让他住吧。但是你放心啊，这只是过渡期，只要一找到合适的，立刻就搬走。不是，这老爷子是吧，挺大年纪来了，你说住地板上多不好啊。嗯，这个我跟百平已经商量了一下，你看，这是初步的解决方案，你看看能不能接受。嗯，你让你爸睡沙发？嗯，我和百平共同入住公主房上下铺，你们俩不住一起啊？介于我们目前的状况，我们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。为什么呢？是这样，老爷子现在还不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。老爷子连我都不认识，知道什么关系啊？不是什么呀，我是说我和我老婆之间的关系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老爷子他心脏不太好，所以我们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再慢慢告诉他。你就帮我们这一个忙，替我们暂时保密呗。那关于保密协议，我已经写在附录部分的第一条了。在我爸面前，我们三人是共同租房的合租人，丙方夏立斌必须要对甲方和乙方的夫妻关系保守秘密。嗯，我们不会白让你帮忙的。只要我爸每住一天，你当天所需偿还的房贷由甲方和乙方承担一半。嗯，我怎么不知道这条啊？那你有意见吗？没有啊。怎么样，夏立斌？这条在哪儿写呀？那，这呢？那我也有条件。说，我要当甲方。那不行。为什么？甲方是主要的出资方，或者是最大股份的拥有者，也就是经营的主体，是合同当中处于主导地位的。那我当乙方，反正我不当丙方，我永远我不垫底了。我行，凭什么呀？那我也得有一条。说，在协议里得加上，在你爸住的这些日子里，夏立斌必须协助我、衬托我、塑造我国民好女婿、绝世好男人的良好形象。行吧，夏立斌，这有点困难。底板长得太差。夏立斌，我也有一条呢。说，以后做饭，香菜单独放。成交。成交。跟老饼待着。签字吧。呀，我的照片怎么放这儿呢？啊！哎，不能放这儿，不能放这儿。哎，老婆，放哪儿？啊？藏哪儿啊？这是放。哎呀，我们俩的照片怎么还放这儿？哎呦，笑死了，笑死了！老婆，你随便找一抽屉放里面就行了，爸又不会哪儿都检查。哎，我内衣放哪儿了？橱里呢。我内衣在哪儿呢？我在哪儿呢？你放哪儿了？内衣在哪儿呢？内……怎么了？啊？别动，磕着筋了。来来，先起来。哎，慌什么呀？我能不慌吗？爸晚上都住进来了，我这会儿连东西还没收拾好呢。
行了，先把床上衣服叠了，叫我来弄吧。哎呦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哎，你借我用一下，快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一紧张就跑吐。我刚擦完。挺像人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对，这个待会儿得给我放回去啊。那厨房、客厅、洗手间我都已经打扫好了，你再帮我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死角没有打扫干净的。你要脸吗？是你打扫的吗？还不够添乱的呢。我，哎呀，你跟我扯这个有意思吗？你有意思吗？你让我请假回家帮你收拾屋子，我磕巴都没打一个就回来了，干了一下午，累得跟狗似的，你连谢都不说，还挤兑我。你跟我那么斤斤计较干嘛呀？饿呀！我没给你下过面条呀。那你还放香菜了呢？你吃没吃吧？我还反胃了呢。你给我把面条一根根全给我吐出来，我告诉你。消化了。嘿嘿嘿嘿，不就是老丈人来吗？至于吗？那当然了。又不是来串门，一两个小时就走了，是跟我们住在一起好吗？住呗，还得成天跟我老婆装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说挺能装大尾巴狼，成天没个台本，天天都是现场直播，这些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站着呢，你腰疼吗？行了行了，有完没完？在里屋就听见你们俩吵吵，两个人加在一起都快60了，能不能说点有用的？我再提醒一句啊，我爸来了之后说话都注意点，别说漏嘴了。说你呢？啊？还有你，别忘记自己的身份啊。主要是你。别忘了衬托我国民女婿的良好形象啊！那得看你怎么孝敬我。哎，你爸什么时候来？说快了吧，刚打电话来就已经在过来路上了。哎呦，我爸估计已经快到了。老公，快下楼接爸去，帮我说一下啊。快！放好他。快点！哎，我的天！还没来啊？两分钟十几遍了啊！哎呦，我紧张嘛，怎么总感觉哪里没准备好呢？哎，老婆，你说啊，以后你爸来了以后啊，谁爸？谁爸？咱爸，咱爸，咱爸来了以后啊，以后是不是见你都不方便了？你干什么呀？现在就开始嫌我爸碍你事儿啊？哎呦，你别说我了，我本来已经够紧张的了，你再这么说我更紧张了。不说，来，深呼吸，好点没？还行吧。不是，哎呀，老婆，跟你说正事儿呢，啊，这以后晚上我要见你的话，这多不方便啊！给你发个信息，又怕你听不见。给你打电话吧，毕竟跟夏立冰现在是一屋呢。要是直接敲门的话，那更不方便了。要是给你爸看见的话，可跟我拼命不可。我估计我爸要是看见我们俩在偷偷约会，会直接去厨房拿刀吧。啊，这么吓人呀！逗你呢，傻瓜一样。那怎么办呀？你不有那个激光笔吗？啊，怎么了？你就到洗手间，然后从里面的那个门拿着激光笔对着我房间照一下。照一下。这样既没有声音，我又能看见。我现在给你开门了。哎，靠谱啊！这主意不错，就这么定了。他怎么还没来？哎呀，老婆，又干嘛？你怎么给我挑了这身衣服啊？还牛仔的，我可不得穿正式一点吗？啊，不行，我得上去换一套，都有汗印了。哎呀，你等一下，咱们又不是去谈判，穿那么正式干嘛？哎呀，这不是第一次见咱爸吗？得留下一个好印象啊。老公，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。再说了，你怕什么呀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已经是你的老婆了。老婆，你真好。乖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喂，爸，你到哪儿了？那我进小区了。前面路口我是往左拐啊，还是往右拐啊？啊，你向左走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你就能看见我了。我在路口等你呢。哎，好嘞，我知道了，挂了啊。看，
爸，你怎么骑着三轮就来了？不是让您打车吗？哎呀，没有几步路，省一分是一分嘛。哎，爸，这是我的室友柏平，这是我爸。魏叔叔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柏平，这名字大气，什么事都能摆得平。魏叔叔您真幽默。爸，您不是把一加一当多半来了吧？岂止是一家一档，你看这些东西我都带来了，我从饭店顺出来的。你拿这个干嘛呀？家里什么都有。这孩子一点不会过日子，这菜都是下午刚进的，你看多新鲜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那个别愣着了，咱一样一样往上搬吧。哎呦，哎，魏叔叔，哎，您什么都别管了，我来帮你搬上去就行了。这都不好意思。没事吧？交给他吧。哎呦，小伙子真有眼力劲儿，我敢跟你打赌，家教一定不错。谢谢魏叔叔。走了。这呢。小伙子，真帅，辛苦你啊。是，别闪着腰。爸，你看我们小区挺好的吧？噔噔，爸，请进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要换鞋不要？不用，啊，进来。真不用。来，还行吗？哎呀！哎呀，真敞亮啊！贵客来了，哎，欢迎欢迎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爸，这是我另一个室友，啊，大哥你好，我这是收拾东西呢，就没下来接你，没事没事，叫谁大哥呢？没大没小的，爸，甭理他啊，他跟谁都称兄道弟的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哎，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叫夏立斌，哎，什么军？夏立斌啊。就是夏利车的夏利，宾利车的宾，夏利宾啊，夏利宾，他是修车的，可厉害了，能把夏利修成宾利呢。哎呦，本事真大，小伙子长得也帅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和那个柏平，柏平，对对对，谢谢你和柏平答应让我住在这儿。嗨，您这是说哪儿话呢？您呢？想住多久住多久，反正我不亏。是什么？不亏待您。多懂事儿，你说。哎，行了，李斌，别在这瞎贫了，快给叔叔倒杯水去啊。哎，爸，要不我先带你参观一下吧？哎，好，好，好。您说，先参观哪儿？先参观卫生间吧。啊？为什么？爸，这毛病你还不知道吗？到了一个新地方，先得把厕所找着。大哥，咱俩这毛病一样啊！真的，真的。哎呦，有缘分，缘分，缘分，缘分。哎，别贫了哈，走吧，爸。哎，这边。我呢？哎呀，刚才叫你倒水，你不倒呀？凭什么我倒水啊？又不是我老丈人。哎呀，你轻点儿。服我吗？服。以后还敢指使我吗？哎，不指使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洗手间，叔叔喝水。你这面积是局促了一点。这个门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是洗手间通往主卧的门。叔叔喝水。不过您放心，这门啊，我们平时都锁着的，只用外面的。毕竟有女士住在这里，这个主卧啊是面积最大的，我就主动让给蔚蓝了。女士嘛，当然需要男士的照顾。嗯，这小粉屋够花哨的啊！他们俩谁有孩子？哎呦，爸，这是他们俩的房间，一个人睡上铺，一个人睡下铺。啊，哎呀，这也就是你们年轻人想得出来。搁这我这身子骨，这床我都上不去。哎呀，叔叔，看您说的，您身体好着呢。哎，叔叔，您喝水。我先上趟厕所。啊，别让他喝了。你住那边，他们俩住这边。啊，我住哪儿？那临时委屈叔叔您，先在沙发上休息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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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房子够大，就是床。
糖少了点儿。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，不麻烦不麻烦。这个地段这么大的房子，这租金肯定便宜不了。不贵不贵，我收入还行，不是负担。不，我是说我们都商量好了，我多付一点，对魏兰不是负担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一名厨师，川鲁淮粤浙闽徽湘八大菜系，门门拿手。熬炒咕嘟炖，蒸煮焖卤烧，十门手艺是样样精通。诸位，今后你们吃喝我全包了，保证色鲜味浓，一日三餐顿顿成席。真假？那还有假？你看，家伙事我都带来了啊！看啊，切片的、切段的、切丁的、切块的、开膛的、剁骨的、削皮的、剪菜的，啊，对了，这个。知道是干什么的吗？点火的。哎，傻呀，这磨刀的嘛。你怎么知道呢？这生活阅历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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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啊，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。猜猜，这里边有什么？芹菜。还有呢？大葱。还有呢？萝卜。还有肉。太对了，哎。知道里边是什么肉吗？鸡肉，啊，鱼肉，嗯，羊肉，牛肉啊！哎呀，猜对了！等等，知道是什么牛肉吗？水牛肉？那不对，牦牛肉？不对，野牛肉？哎，不对，新鲜的牛肉啊！小夏，你太聪明了！将来我教你做菜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那个，今天累了一天了，待会儿我给你们。做顿夜宵，啊！我跟你们说，这牛肉啊，内蒙带回来的，可新鲜了。哎，爸，晚上就别吃大肉了。呀，又不是天天吃，难得一顿，没问题。你不吃还有别人吃呢。就是，我打一下手。我也可以打一下。不用，大哥，你整咸点呗，我口重。淮扬菜不错。什么淮扬菜？有吃牛肉的吗？这么着，淮扬菜明天做，今天听小夏的。咱来顿东北硬菜，怎么样？我别放香菜行吗？考我，不放就不放。欢迎叔叔，欢迎小他，欢迎老爸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敢打赌，这种口味啊，你们从来没吃过。嗯，真没吃过啊？是不是？那就多吃点啊，吃完了明天再给你们做。哎呦，叔叔，哪能让您天天这么破费？哎，这算什么破费啊？来来来，吃，魏兰啊，吃，有味儿哎，这有味儿。白平，你也吃。我怎么不合口味？哎呦，叔叔，合，我那什么，我晚上不吃油腻啊，吃黄瓜就行。哎，少吃一点没关系。尝尝肉，这是从内蒙带来的。啊，而他不能吃，为什么？爸，他血压高。这么年轻就高了？哟，这么年轻就高了？啊，叔叔，我是家里遗传，我身体好着呢。对，高也没事儿。来，哪天呢，叔叔专门给你做一顿降压餐。哎呦，谢谢叔叔。酱鸭我也爱吃啊，啊，是不是？我什么鸭子都吃，你也不能把我落下啊。吃货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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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试试。你们两个跟我们蔚蓝差不多大吧？我比蔚蓝大点儿，他俩差不多。啊。都是奔三十的人了，不能一天到晚总忙着工作，个人问题也得考虑考虑。哎，爸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是真是，就是啊，哥说的对，我早就跟百平说，赶紧找对象。对呀，我也成天说蔚蓝，不能因为工作把婚姻大事给耽误了。嗯啊，好，哎，来吧。我敬你，喝酒。好，好，好，叔叔啊，一块儿来，一块儿来。
可惜了。可惜什么呀？可惜你们二位啊，都不是我们家蔚蓝喜欢吃的菜。爸。嗯啊，不说了啊，我再说一句，以后有机会，你们二位要是能碰见的条件好的、人品好的，别忘了给我们家蔚蓝介绍介绍。没问题啊，哥。那我先谢谢了。哎呦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蔚蓝喜欢吃什么菜呀。哎，你知道吗，百平？哎，怎么？哎，包在我身上啊。